就坐在这里很烫。那呗。这风还是很大呀。那再干脆我把座椅烫着呢。我们现在到了，我订了一个民宿，特地选了一个可以带停车位的啊，免费的停车位的一个民宿，因为在巴黎停车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，它就是按15分钟算的，挺贵的，就选了一个在巴黎周边的一个城市，反正睡一晚上没啥。来嘛，哎，来呀，哎，哎，这套。我就不坐了，我要进去躺一躺。我今早4点钟起来的，你刚才在车上睡了一觉，我还没睡，你玩一会儿好吧？车子，小心点哦。那是真的花还是假的花？真的，是真的花是吧？你可以摸一下，但是你那个你别把它摘下来就行了，好吧？我以为你说小心有蜘蛛，那也有可能，这个草里面肯定是有一些什么东西的，什么虫子？这是草，是假的，这是假的。这个草是假的。这是真的吗？草是，我看看，哎，真的，是个假的草坪。你想上去吗？里面好冷啊！里面不冷，把暖气打开。你看，在巴黎一样的，人家晒被窝也在家里晒。然后我们进来看，它就是一个单独的，我选了3个人住的房子。来，哎，等会儿。哎，好了，终于锁好了，我们在这里呢。冷了吗？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妹妹们小朋友在玩，你看我电视。好，们。大家给他买了一个行李箱，天天玩。这里呢就是一个厨房，观察。这里就是，装修的还蛮好的，一个还蛮干净的。哎，小米，你晚上睡这里好不好 ？No， 没那么小啊。这咋？你们两个睡这里，我睡这里，哥哥躺着玩睡。把鞋子脱了，别把鞋子把别人床弄脏了啊！不脏也不是我们赔啊。那也没有公德心，不应该这样。你冷不冷？冷，把暖气打开。暖气你不是已经打开了吗？没有打开。还没调好，我被你喊出去了，我推开了。那我房间再打开一下。你看。我们这里的暖气，现在巴黎虽然是春天，但是依旧19度，依旧非常的冷。我要把我牙齿拔下来。你掉了。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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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牙齿没有血，我看看这个牙，哎，有个专门的盒子给他装着的，我专门给他买了一个盒子。你给他装着？有了几年了。这牙齿干干的。哎呀，关灯了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发退房了，就是退房。我们已经就是非常的干净啊。我们走的时候一定要把各种垃圾带走。哎呦，我这个暖气也要关掉。你确定一下 ，OK， 都关了。然后这个是厕所。用的东西也都洗干净放好，
房间，我们三个人睡在这个小床上，就是这里的都很干净哦，很好，都没有，没有损坏。OK， 关灯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浴室，我也都关掉了。有点烫，还是有点挺暖和的，暖气要开。现在四月底了，但是还是要开暖气，挺冷的。OK， 再关上灯，我把钥匙拿下来。房间里面是的，房间里面是不能吸烟的，如果想要吸烟的话就在外面。我们不吸啊，我们撤走。